请我们的新人二次闪亮登场，掌声鼓励。好，我们来歌颂小李给大家。来，赶快来手举，赶快来手举哈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太棒了！你看这个秩序多漂亮，有没有哈？新人还可以走动，然后缓慢的把礼物送给大家，然后跟大家说一声谢谢，谢谢你们来参加我的婚礼。然后送上礼物给大家的时候，大家有跟新人说一声恭喜、祝福的话，有没有？好。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的聪明啊，哈，直接篮子就拿给新郎官，新娘就不要拿给我们了哈。好，好，所以朝我们的新郎官来索取我们的幸福奖品就可以了。好。来，我的朋友哈，来来来，好，好，好，先生好，我们的叔叔哈，叔叔阿姨的哈，来拉一下小李，来，您来了哈，谢谢。来，邀请我们的新人来到我们的幸福舞台上面，来哪里走都可以哈，属于你的道路，幸福的道路，慢慢的走，走在我们的幸福的舞台上面。好，来到我们的舞台正中间，来，现场朋友先帮我看到台上一下，我要问大家两个问题，请大家中肯非常诚实的回答我，请问一下我们新郎官帅不帅？好，大概二十分贝哈，请问一下你满意吗？我们听到三个字叫做不满意哈，所以请大家再帮我回答一下，请问一下我们新郎官帅不帅？好，当然男生我要问一下女生啊，请问一下我们新娘美不美？太好了哈，这么幸福的新人，接下来要把他们的更幸福的感动传递给下一位好朋友，对不对？来，接下来我们要邀请这个捧花小女孩先上台哈，好，来，捧花小天使就是你了哈，好，来，来。同时呢，我们待会会唱名到六位美女，好，听说新人三万人海选只选出这六位了，有没有？所以非常的艰辛困苦，但是希望把这个幸福送给这六位，好好的来跟他们加持一下新人满满的幸福。唱名到的朋友，请到我们的新娘的旁边、玉婷的旁边来就定位。第一位是我们的林婉如、许慈燕、许蜜璇、蔡雅菲、黄怡珍以及陈佳瑜，他们知道要说捧花吗？好，知道。好，来，昌明道德，请起立。不要害羞了，好不好？怎么样都要上台的哈。好，来哈。好的，这边请一下哈。好，这边也可以哈。同时都走到我们的新娘的旁边，好不好？慢慢走。好，你们的裙摆也很长。好，来来。好，来帮我排一个，排一个，排一个，伞都敲都出来了，有没有哈？好，来，这个发送幸福的线呢，交给我们的新郎官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交给您了哈。来，从哪里都可以。好，帮我握住这个尾端就可以了，尾端就可以了，不要拉太紧，保持一点弧度。来，新郎官，由你的幸福之手来加持，看今天的幸运女神会降临在哪一位美女身上呢？好好，好的，好的哈，帮我保持一点弧度，不要拉太紧哦，保持一点弧度，不要拉太紧。好。来，一点弧度，我们收一下，我们把这个线整理一下，弧度一点，弧度，弧度，弧度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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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很乱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请我们的新郎官到我们的新娘子的后面，来，请抱住他的小蛮腰。
大家待会拜托帮我轻轻拉就好，轻轻拉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倒数三十秒，直接交给最帅气的新郎官。三二一哦，三二一就轻轻拉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好，三二一。到底是哪一位？怎么感觉翻得好起？来，请吊臂啦！啊，没事啊。好，来，工作人员麻烦一下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打了五个死结，就是他那个捧花得主那一条线会掉下来啊。好，来，工作人员麻烦一下，来哈。好，来。好的，好。好的，幸福捧花奖落谁家？好，继续在揭晓当中哈。好，来，请啦。好的。啊！莫名其妙有没有哈？从下面截起来先就是你得到，来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来，我们待会先不要离开，我们先跟新人合照一张。捧花得主来到我们的新娘的旁边，来，我们面对大家，面对大家。然后左边三位，右边三位，好，来，捧花得主站在新娘的旁边，来，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这个幸福的缎带，好吗？谢谢啊。好的，啊，你好娇小啊，哈。他你确定吗？哈，可以，好，好，你们在哪里都可以，好，画面最好看的就是你们，好，好不好？来，捧花得主交给我们这一位美女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捧花先交给她。好的，来，我们先合照一张，好不好？来，手比一个爱心，爱心哈，爱心，好，好，大家都会哈。等一下，我们工作人员要把礼物送上给大家，先不要离开哦，哈。好的，先不要离开，先不要离开，来，工作人员麻烦一下啊。好，好，我们今天没有得到捧花，我们一样有小礼物要送给你们，来，请我们的玉萍来送给大家。好，幸福的小礼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一样幸福。好，好，好，捧花得主没有了哈，好好好，来上前来跟我们的新人啊，捧花得主也有了哈，哦，你拿的是好多哦，好，跟别人不一样的。二，来高嘉哈，好。好的，来邀请我们的新人再一次站在中间，摄影大哥再一次把镜头捕捉好，把你们的战利品秀出来。捧花得主，有没有看过自由女神？有啊有啊，来，自由女神的方式来呈现它。好，我得到捧花了，有没有？好，好，再次给我们掌声鼓励。捧花得主，请留下。没有啊，你拿的比别人多，有没有哈？你跟别人就是不一样，有没有哈？好，请问一下怎么称呼？飞哈，是我们新人的。好，露雅哈，好，这个祝福的话说一下，然后拥抱一下自己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好，永吉投心，他说麦克风拿太近了。好，来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，来。好的。哎，请问一下，捧花得主目前的 FB 状态是？我有男朋友的哈，他有来吗？他也有来哦哈，男朋友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他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嗯，好，那你要上来带他下去啊哈，来给他男朋友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掌声。来，快点快点上来带他下去，快点快点，好，来来来，好，哇，这个抽到捧花，这个通常哈，我们都半年了，但今天另外三个月哈，就会听到你们的好消息了哈。好，来，请签好，来，我们入座好吗？谢谢，来，再次给小两口掌声鼓励一下哈，好爱心哦哈。好，女生有捧花，男生有花有菜。啊，好不好？公平一样哈。来，接下来唱名道的几位帅哥，
来到我们这边来做这个排队的集合哈。刚捧花啦，是30000人有没有？好、哦，这个花椰菜比较多，100000人只选出这6位哈、哦，一样。好，这6位待会超频道来我这边做集合。来，第一位是我们的黄嘉德、许亮维、黄胜凯、黄志凯，他们两个是兄弟吗？哦，不是哦。哦好，翁鼎钧、李友珍，好，来，以上几位帅哥请上台。当然也其中包括我们的伴郎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来，来，这边拿好上台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接下来我们不是用抽的哈，来，请两位帮我们在旁边稍待一下。来来来，这边很好。好，我希望你们做一个非常公正的评审，好不好？来，帮我们看一下。当然，接下来请我们的帅哥先站成一排，好不好？跟抽捧花不一样哦，哈，站成一排，来一排，然后请往过去站一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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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通通有，往前一步走，好，笑场了有没有？好，来，工作人员，不是，新郎官来帮我们发一下你手上的牌子。来，一人抽一张牌子，好，好 ，OK， 来抽牌子以后，请看一下你的牌子，上面写的是什么？头、好胸、腰、手脚、屁股、好垫臀，有没有哈？好，待会这个我们这个游戏呢，就会在一指式的部位上面绑上计时器。好，臀部那一位不要害羞哈，好，你要自己绑吗？好，也可以的哈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绑好以后就不要动了哦，不可以动了哦，好不好哈？不可以动了哦哈，好，没有，臀部要再下来一点哈，帅哥，我们要公正好我们，好来这边哈，对的 ，OK， 好的，来牌子我先帮你们收一下。孩子，我先帮你们收一下，不要动。好好，来来，好，这位是哪里？腰是不是？腰哈，好，来来来，好，好的 ，OK， 好。好。啊、哦，怎么会绑成牛尾？胸有没有哈？别生气了哈，就你动算了哈，好不好？动算激情哦，哎，够了，好不好？不可以让他乱动哦。好，这边可以乱动，好，都等啊，不能乱动了哈。好，我们倒数10秒钟，你们就开始一直动，一直动，一直动，都不停，动到10秒结束，好不好？哈，好，来，准备好了，音乐帮我下了哈。等等等，什么音乐？你的腰这么高，你的腰？你要在这边了哦，来来来，帮你一下。哦，来了，好了，我帮你赢了哦，不要害羞哦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，少爷？好、哦，可以啊，好，哦，好难伺候这几位。好，来，好，不要动啊！你们看到主持人快崩溃了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下来哈、哦，这个要拍照的，要微笑的哈、哦，就看这几位了哈、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。音乐帮准备帮我开始哦哈，预备开始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停！好，先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感觉有800年没运动了，很累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来，不要动，不能动，不能动，动了就不算了哦。好，乖好，来来来，好来。帮我来看一下你的那个34，哎呦，30哈，33哦哈，好接近哦，哦，只有3，哎，这位只有1、2、3而已，给他掌声先鼓励一下好不好？你到底是怎么动的？你告诉我哈，真的不好摇对不对？真的哈、哦。
没有感觉了哦。哎呀，真的哦，不行啊。好，来，我们都请往右边站一步。好，来，依序，头是三十，胸三，腰二十，手二十二，脚三十三，臀十九。我们今天要取最低的那一位，得到我们的花椰菜，恭喜就是你啦！这不是你还可以得花椰菜，有没有？喂，好，来，花椰菜送给你。好，我们同时把花椰菜宝宝也送给几位。好，也架起来哈。啊，但是至少可以保存啊，有没有哈？因为早上买的那个有点坏掉了哈，不好意思哈。来来来哈，好，好。待会我们来合照一张，来，请往前，新人站在中间。好，新人站在中间。来，我们的捧花得主，哦，这位这个里长参选人啊，哈，这一位哈，好，先在这边，我们在算中报嘛，啊，好，来，秀出你们的战利品，来，一样花椰菜得主，不要挡住脸，那么帅的脸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好，来比个赞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，耶，来掌声嘞，好的，来花椰菜得主，请留下，其他几位请入席。哎，记不记要还我们呢？哈，我们还要用，有没有？好，来，工作人员麻烦收一下。好，没想到这一位刚刚还在念，哦，有够难动的，结果你就得到花椰菜了呢。好，来，好的，来，请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？李永珍。李永珍，好，新人的，不知道你们的关系。朋友，哦，朋友啦，哦，真的是不能乱讲话，有没有？哈，哦，好，来祝福的话说一下，拥抱一下叫自己的好兄弟，好不好？来，没事，不要干等啊！来，耶，好，一样问一下 FB 的状态是什么？稳定交往中，稳定交往中，简称稳交，哈，哦，啊，有来吗？有啦，伴娘哦。好，不要害羞了哈。好，这个花椰菜得到了哈，半年就可以听到你的好消息，好不好？加油一下！好，再次谢谢我们这位帅哥，给他掌声鼓励。会。好，接下来我刚刚一开始有跟大家说，这个桌卡不要丢掉，对不对？好，没有桌卡，我们就用这个菜单卡代替。好，来。林佑啊，好朋友，现在你要从左边传也可以，从右边传也可以，好，但是要朝一个方向哦，不能从左边就左边两位，右边就再回来哈，要左边就都左边，要右边就都右。